深呼吸，贴近天空，爱的心从天再展示，在人梦里飞行，愿星光中照亮，倾出爱的心，微风中笑着，愿随户外精神，心相近。是人生，虽偶遇挫败有泪印，有泪与共结伴，如今秒秒更逼真。就算牺牲，不需要问回寻，越过胸襟，将会让过万重跳出抖震，无止境漂泊，没掌声与欢欣。星的国度，在人梦里飞行，愿一天中听着歌声与欢欣，晨起中暗地独随户外精神，心相近，爱亦近。小林，二哥对不起你。我没怪你，我从来没有怪你。爸，请你原谅我。家里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走了，到了今天虽然我们没有你，日子过得同样很好。这里不欢迎你，你走吧。很有趣啊。二哥祝你跟小石白头到老，永结同心，你们永远都这么幸福快乐。谢谢二哥。你怎么现在给我？难道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送给你啊？免得你被人笑吗？无所谓了，总之二哥不会不喝我的喜酒就行了。怎么会？我是二哥，一定喝妹妹这顿喜酒。嗯，我要回去工作了。嗯。小林。干嘛？结婚那天，一定是最漂亮的新娘子。漂不漂亮，那天你就知道了。阿正，咦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见过小林，他告诉我你已经把那对小金娃娃送给他了。你不是说等他结婚那天才送他的吗？反正都要送给他，早送晚送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不来诊所帮忙啊？一个人在这儿多无聊。因为这里的风景实在太美了，来了又不想走。那就别走了，留在这儿。要是我走了能让大家开心一点，我不介意做这个决定。你爸可能是一时不谅解你才会这样的。我这次回来看见大家生活得很好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可是小林希望你出席他的婚礼，你不去他一定会很失望。如果你是我，看见家人为了自己一直吵吵闹闹，你会怎么样？只要我走了，爸爸看不见我，他就不会失望，不会生气了。可是这么难得才一家团聚。阿正，阿正，爸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他胃疼，他疼了一整天了。我什么都不懂，你还是给我回去吧。妈，爸怎么样？在房里，在房里。哎呀，爸，是不是胃不舒服啊？不用你管。爸，你看你这么痛苦，你还这么固执。昨天晚上已经发作了，我问他，他又不说话。今天早上起来痛成这个样子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爸，一定是胃抽筋，我送你去诊所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
哎呀，你别这么固执了。去吧，妈，你去吧。你听大家话好不好？啊、哎呀，哎呀，好痛啊！很痛苦啊，我们走快一点。哎呀，好痛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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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大哥，怎么样？我这脚好痛啊！我替你看看。别管我了，赶紧送爸去诊所，我跟着来啊！快点，你小心点啊！啊，爸，起来。我背你。你走开呀、啊！我自己会走啊！哎呦，啊啊呀！爸，啊，你走不了，我一定要背你。你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哎呀，二，你死！哎呀，有句话我放在心里很久了，我一直很想亲口跟你说。爸，对不起。当年在大家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走了，是我自私，是我软弱，是我对不起大家。爸，你骂我骂得好，我的确是做错了。我知道过去的事我已经追不回来了，但是我真的很希望，爸，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重新做起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阿芬说的对，不管世界怎么变，有些事始终不会变的，就是你永远都是我爸。你不认我也好，可是我仍然是你儿子。待会儿他醒来应该没事。爸的年纪大了，肠胃又不好，注意一下，别让他吃那些难消化的东西。爸是不是为了忙我们的婚事，所以胃痛啊？你们看着他，我出去一下。二哥，你不想爸一醒了就看到我们吗？我想，他未必想看见我。哦，刚才来诊所的时候，我这脚疼的眼泪都出来了，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。你这么能干，你的家人一定很开心。你们家也有个很能干的，当年阿正一声不吭就这么走了，我真的很生气。小林说的对，应该生气的是他。见他已经原谅阿正，我做大哥的为什么还要叫妹妹为难呢？是啊，其实你这哥哥很疼弟弟妹妹的。那天我看见小林，看见阿正的样子，他真的很想他二哥留下来。一家人嘛，团聚在一起，开开心心的，你说多好。嗯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不用说了，你回来就行了。
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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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，你哥也原谅你了。现在只差你爸爸那关，你哥一定会帮你的。放心，我跟小玲一定会帮你。坐下来。贺医生，什么事啊？少卿，你们听筒啊？要在这儿。怎么样？什么事？他的肺有很多杂音，是严重肺积水，要马上带他进去插管抽水，要不然他喘不过气来。伯父，早，哎，王飞医生，康护士，别这么客气，叫我阿乔行吗？叫阿帆就行了。不行，怎么样，你的胃没事了吧？哦，没事了，已经不痛了，没事了，都好了。你没事就好了，你们聊聊，我过去工作。好好好。伯父啊，你别怪我多管闲事啊。好，我作为阿正的朋友，看见你们父子俩这样，我也觉得不好过。王飞医生，你让开点啊。老夫人，你听我说，到底是父子，哪来的隔夜仇啊？有机会大家应该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。你叫阿芬是不是？嗯，阿芬，你可不可以让开一点，别挡着我，行不行啊？喂，康护士是不是阿正的对象啊？啊，这个你要问他们才知道。哦，我自己去问他。康护士，来，过来。什么事啊，伯父？哎，我们到这边来坐坐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来，来，坐。哎，你看这多脏！来。好。康护士啊，嗯，你觉得阿正这为人怎么样？他啊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正直的、很有爱心、乐意帮助别人的人。哦，不是个个都像他这样用心去医人的，他习惯把心事搁在心里，他不会用嘴巴说出来。哦，可是。他对他关心的人呢，很在乎，很紧张，只是不懂得表达。哦，是啊，伯父啊，其实阿正啊，真的很紧张自己的家人，尤其是你啊，爸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不用说，这次让我说。阿正啊，康护士啊，是心地很好的姑娘，我看你妈呀，很喜欢她。你要好好的珍惜他啊，爸，你误会。要是喜欢呢，就坚持到底。阿正，爸爸支持你，支持你呀、啊。不好意思啊。喂，恭喜你啊！看来你爸爸已经接受你了。看见我爸笑了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喂，你快去告诉小林，他知道了一定很开心。嗯，好啊。刚才不好意思，我爸乱说话。啊，不要紧的，最重要是你们父子没事吗？我爸很少夸人的，我看他真的觉得你很好。哇，那我不是很荣幸。喂，你不是要找小林吗？哦，对，不聊了，我走了。嗯。今天个个身体好，整个上午一个病人都没有。我看你真的越来越像阿芬了。那最好了，你不是很仰慕他吗？也顺便仰慕我一下。我说你像什么不好啊，偏像他窝窝囊囊嬉皮笑脸的样子。喂，你们两个不用坐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你自己呢？现在才两下，跑哪去了？我去接我妈出院喽。喂，平姨没事吧？哦，没事，不过她没有喝咖啡，提不起精神，难免呱呱吵了。爱情还没重开吗？达哥又像以前一样。哦，不是，我听全叔说，他老婆知道了不忍心爱情关门，所以答应回来了。今天一大早达哥去火车站接他了。达哥这下开心了，因祸得福。这次你总算做了一件好事，做了清洁大婶，又当社工，以后街坊呢又能在爱情喝茶聊天了。你是不是应该加我分请我喝茶呀？喂，你们两个突然这么合得来、啊、
走啊，不要你管啊。老婆，你别这样了。你有什么理由是我的问题啊？一定是你的兄弟不够强了。我已经叫你早点睡觉了，别只顾着抓贼养精蓄锐嘛。星哥，人工受孕又失败了，医生说要等下一轮。你怎么告诉别人呢？喂，老婆，怎么样，还看不看电影啊？你自己看个够吧。电影又看不成了。哎，好，请你看电影啊。喂，谢了。喂，不客气。你先别谢他，两张票怎么处理？你有份吗？喂，我没份，难道他有份啊？喂，不是啊，我想看这部电影啊。那一起吧。啊，你真是，你们不这什么吧？喂，只是看场电影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？什么时候看对眼啊？要是那个时候真的跟你赌的话，你输了脚踏车给我。啊？喂，不要再拿我来玩。喂，玩得你这么开心，看你笑眯眯挺乐的。不然怎么办？难道我捶胸顿足？别捶胸，捶背行了。哼，你还在说？哎，打归打，你在非洲答应过我，要是你真的什么什么我的话，要说真话的。喂，等一下，什么是什么？你别管了。是什么？说来听听。电话。说了别管。喂，什么？别吵。喂，悠悠，你说话这么小声，你忘了带药，在哪儿？我拿给你。等我，拜拜。喂喂，悠悠没事吧？我拿药给他。嗯，记得晚上看电影，等我。悠悠，悠悠，听到没有，悠悠？悠悠，悠悠，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难受，很难受。船怎么开了？你怎么样？我很难受。别怕，药带来了。不用这么大声，叫女孩子要温柔一点。你搞什么？你说不舒服？刚才我看到你急着跑来，我真的很开心，证明你还紧张我。有没有搞错？拿这种事来玩？你怎么这么缺德？对不起啊，我是怕你不肯来，我才撒谎的嘛。你知道吗？就是17年前的今天，妈咪扔下我不管就走了。今天爹地又不在香港，我真的不想孤零零一个。你想找人陪呢，可以来龙城找我的。我叫童子琛，他们来陪你吃饭吗？我又不需要他们陪我。你听话吧。这样吧，吃完饭之后，我马上把船靠岸，好不好？你看，这些全部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。悠悠，你不用特地为我做这么多事。不是特地啊，是很自然就会做的。你不要再说话了，快吃东西了。要不要喝什么？好啊。你看，你看看你，笑起来多好看呢！别老板着个大死脸哦。你拍我这么多照片干什么？你好笨呐，这也不懂啊？你看看这些照片，是不是拍得很有感情啊？因为拍你的那个人对你也很有感情。我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，可是你拍我这么多照片，有些还是偷拍的，收藏这么多躲在家里欣赏，你不觉得有些变态吗？我喜欢你也有罪吗？我做这么多就是想哄你开心吗？其实要我开心很简单，做回你自己，不要再做这种事了。我不会放弃，我就不信我感动不了你。悠悠，
我今天要跟你说清楚。我不想听，我好累。你听我说，我不是要你难受，可是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误会下去。我跟你是朋友，现在是，将来是，永远都是。坦白说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。为什么？是不是我刁蛮任性？我可以改的。老土的说，感情真的不能勉强，不关你的事。你是一个好女孩，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和心机了。是不是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比不上晴晴？跟她无关。谁说跟她无关？我问过她，她说她从来没有喜欢过你。你死心吧。你爱怎么说随便你，总之我跟你是不可能的。喂，你的。谢谢。喂，你那个好像很好吃，尝尝。哎，你刚才又不要。你不是这么小气吧？求我吧。不用了吧，起了一爆米花，我好歹是个医生。好吧，我求你，要不要跪下来呀？那倒不用，玩玩啦。嗯，我帮你拿着。谢谢。喂。我呀。悠悠。什么事啊？我睡不着。又心情不好？你没话跟我说。早点休息，别弄坏身体。OK， 拜拜。他没事吧？这句话你今天问了很多次了。巴法小姐脾气要别人关心，没事的。时间到了，进去吧。嗯。喂喂喂，是我的。你说请我吃的。哪有整桶全给你呀、啊？还给我。焚化炉的作用呢，是烧毁一些有传染性的医疗废物。所以江大夫，你一定要教导村民把那些普通的垃圾找出来，把它们分开处理。我在里边已经贴了布告了，我也经常这么告诉他们，可是他们就是不这么做。哎，因为诊所四周的卫生环境很重要，所以我认为一定要把他们养成废物分开处理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。嗯，你放心，嗯，我一定会抓紧提醒他们的。啊，拜托你了。好好。哎，小心，我帮你捡。啊，谢谢。小心点。啊，这东西这么重，我帮你拿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拿行了。以后有需要找我们帮忙。哦，好。咦，看来好像爆出火花似的啊！我听说拉娜的老公去年过世了，趁机会啊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缘分的事很难说的，要来就来，要走就走，躲也躲不了的。像我这样，有什么问题你问我就行了。你们笑够了没有？工作了好不好？啊，对了，刚才呢我查过了，有些病人呢没有回来复诊，开始疗程之后的头两个月很重要，不可以停药的。这样吧，我们做家访，顺便把药带去，看看有什么问题，那他们就不会因为停药而前功尽弃了。好啊。做了这么多家访，总算有点成绩，他们也答应回来复诊了。人是有惰性的，有人叫就去，没人叫就懒了。进来吧，孩子他爹，医务人员找你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没想到你们会来，没什么招待你们。别这么说，王大叔，我们看你那么久没有来复诊，才来找你的。王大叔，你有肺病，一定要准时吃药，要不然会传染给你的家人。我已经把床搬出来了，分开睡了。可是始终要吃药才会好啊。我没用，因为我的病，老婆怀着孩子还要下田，我们家里里里外外都靠他一个人，他已经很累了，我怎么可以要他长途跋涉送我去看病啊。王大叔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过来一下。
我有个想法，虽然不太合规矩，但是能不能给一点酌情权帮帮他？你想怎么帮？你也看见了，他病成这样直喘气，根本没有办法到诊所去复诊。我想买一辆木头车给他，让邻居帮忙推他到诊所复诊。可是我们没有这个先例啊。力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最重要能帮到病人，大不了费用扣我的薪水。真的要扣钱就扣我们两个吧。嗯，没来复诊的那些也被我们找到了哈。不是，还有两个。啊，还有两个？是啊，是小石的姨公和姨婆。喂，那快点嘛，诊所这个时候很多人，我们赶快办完，赶快回去帮忙。嗯，我跟他们比较熟，你先回去吧。这样啊，好吧。你认不认得路？认得。那待会儿见了。嗯，小心点啊。知道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小石。哦，江大夫。那这里的不是很多人，你到里边去帮忙，他们在做化验。哦，那我去帮忙了。啊，王副医生，啊，就交给你了。好，不要急，只剩下一个，你去吧。轮到你了，过来。哦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洪大水。洪大水，没来看过。那把衣服拉高，让我听听。不用听了，总之你随便给点药就行了，医生。那不行，我不知道你什么病，怎么知道开什么药给你啊？总之随便开点药吧。怎么能随便呢？二水，你又来骗药。江大夫，你不是退休了吗？就是因为不让你这种人来骗药，所以我才不能退。喂，药怎么能乱吃呢？你骗到了也没用啊。哎，他帮别人拿，有些人怕麻烦要回来拿药，只要给他一点好处他就做跑腿的。不用这么认真，跟你闹着玩的，这个小伙子也没你这么凶啊。你还在胡说什么？快走。嗯，这世界真是什么人都有啊！哎，这里的人水平差，乱吃药，吃药吃死人也发生过。哎，所以这个思想教育绝对不能够放松。所以说，你怎么能退休呢？是吗？你嫌我在这里监视你们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这里个个都很尊重你。要是真的要搞教育工作的时候，不找你找谁啊？你怎么能退休呢？王副医生，啊，你说话很有意思啊。阿芬，整个下午都没看见阿乔。他跟小林出去做家访了，不是吗？哎，小林回来了。二哥，王副医生。哎，小林，怎么就你一个？阿乔呢？康护士还没回来吗？我还多去了一条孙子派药呢。他出事。我们去找他。喂，听小林说回诊所一定会经过这条路的。我怕他走到鱼塘那边，那边很容易迷路。那我们分头找。走来走去还是在这儿呢。阿乔，阿乔，你别过来，这里有条蛇，我动它也动，我只好不动了。那你别动啊，我找东西来引开它，你别动啊。等一下啊。你小心啊。知道了。会小心呢，小心呢。
喂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哇，又来了。你吓死我了！对不起。走吧。好。谢谢。刚才如果我不来，你站到什么时候啊？那我只好跟蛇比耐力了。谁像你这么棒啊，居然会这一招！那我是分散你的注意力，好让你别那么害怕嘛。我怕，好像你比我还害怕。太难了，救了你还被你笑，怎么做朋友啊？谢谢你了，朋友。阿乔，阿乔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担心死了。我以为走捷径会快一点，谁知道迷路了。他刚才只是虚惊一场，已经没事了。好了，交还给你了。我不会再让你迷路了。哇，脏死了，要赶快回去洗个澡。好。地方绑紧一点啊，儿子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帽子歪了一点儿，歪了。行了，正了啊。你好俊呐，好俊呐。喂，你好帅啊，是不是真的？我去看你妹妹。好好，搁哪儿啊？啊，那边那边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你的衣服自己做的？我妈做的。她好漂亮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女儿真漂亮啊。记住啊，以后啊，夫妻同心，凡事啊要跟小石有商有量啊。小玲啊，过了今天之后你就是人家的媳妇儿，别只顾着工作，知不知道？还有啊，有空要常回来看爸妈。当然会了，隔壁村嘛，很近，我会经常回来的。乖。二哥，很高兴你回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我好开心呢。二哥也很开心。这些年来你都这么积极生活，终于找到自己的幸福。你真的比二哥强多了。在我心中二哥最棒了。客气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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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送妹妹一程，我陪你。幸亏有你鼓励我，我才没有中途离场。要是错过妹妹的婚礼，
将会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现在小林嫁得这么好，你应该安心了。阿乔，干嘛？在我不开心那段日子里，都是你支持我，鼓励我。谢谢你。我一直都想跟你说，你在我生命中是很重要的。虽然我也明白，我在你心目中未必有同等的地位，但是我对我们的将来很有信心。只要你愿意给我机会。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会给你幸福，因为我们彼此都经历了很多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你不用马上答复，我只是要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。你常常说，我收藏起来不懂得表达，我现在全都说出来了。可是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。不要紧，戒指我先保管，等你准备好了，我再送你。我们顺其自然吧。新娘抛花球的时间了，大家准备了，快点！这里也流行抛花球吗？流行啊，这里的花球里面有个绣荷包，接到花球的要把心上人的名字写上去，接着送给他。要是他对你有表示，你会是下一个新娘了。很有意思哦。哇！哎呀，是你啊！恭喜你，你快点把心上人的名字写在荷包里，然后交给你的心上人吧。结婚这么大的事，不请几天假休息一下？不用了，中心刚刚开始运作，最需要人手。不如你留下来啊，江大夫老了，他需要找个接班人。
小石最好的人选了。我还不够经验，哪有资格？能加上你就更好了。我希望跟二哥一起工作。让我考虑一下。是不是因为康护士啊？他把绣荷包送给你没有？有些事我也希望有个答案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嗯。哎，早。早。你这么早？是啊。昨天晚上喝了很多酒，又玩得很疯，我没做什么傻事吧？没有，我也玩得很疯啊。嗯。那我去做事了。嗯。小林，全填好了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康护士，嗯，你把绣荷包送给你心上人没有？我还没找到机会。那你要把握时机了。嗯。在这儿，是啊，我得拿东西，那些医疗数据可以给小石参考一下。我也是回来找东西。很重要的吗？对呀。